请你帮我这样做。孕妇太苗条，宝宝脑力伤很大。这个产妇很妙，她就是还蛮年轻，说哎，她真的很瘦哎。然后她说，因为她其实也没有特别的食欲旺盛，因为她吃会很想吐。然后我其实医生才发现，哎，你人不长就算了，你的胎也没长，她还没有到足月就宝宝就生出来了。她的小孩子生出来就是养不大，然后到就是一直都在3%以下，这个都没有比别人落后。妈妈怀孕要注意，孩子脑力怎么顾？如何打造金头脑？精彩内容千万别错过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要跟大家来稍微探讨一下怎么打造宝宝的金头脑，但是又怕我们小心弄错了伤到他的脑筋，对不对？那一开始我们先来请教一下黄医师啊，如果我们要帮小孩补脑，什么时期是关键？关键词比大家想象的早很多，应该是0到5岁，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关键词。0到5岁，这么早？但是千万不要误会，不是说0到5岁我们就要看他学英文啊、学中文，不是，只是这段时间我们如果提供他好的一些好的刺激啊、好的安全感啊，然后再加上天然健康均衡的食物啊，其实这个打的地基打得比较好，将来大楼盖得比较高。好，但是呢，我们用什么方法？0到5岁如果有这个正确的方式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道题目。来，好，看看第一个题目，打造宝宝的金头脑是怀孕期间说这个点不足会造成胎儿智商降低，对不对呢？只有八一举圈，哎呦，后面也都圈啊，哎，两位差。听都没听过啊，没听过，有听过吗？还是我们公、欸、我们那个年代没有？点石成金啊，没有听过说怀孕要吃海带啊。只是我知道我那个年代是赵叔养的时候是要吃深海鱼，要吃绿色青菜，要吃 Omega 那些，对小孩子的神经发育比较好啊。没听过海带啊？哎、欸，说的也是哦。对啊 ，Omega 3点对没相关，对对。点就是海带里面比较多嘛，因为其实我们孩子在肚子里面的时候，我们都是海带炖大骨汤，我觉得那个是应该是补钙的，所以海带炖大骨汤，对，怀孕前就这样吃了，对对对，就这样吃。然后我是吃布拉吉啊，布拉吉，对对啊。然后我也是听说是鱼啊，多吃鱼，像我一餐大概就有一天就有2餐吃鱼，都吃鱼啊，对啊，深海鱼啊。好，来八玉，我觉得应该是要补充的吧，因为像海藻类这些东西，应该它是有一些微量元素的，所以我想说你吃的这些东西，因为宝宝是照着我吸收的嘛，所以我吃了之后它就会吸收进去啊。然后我除了吃这个之外，我还会吃比如说镁啊、钙啊，还有那个叫什么虾油那些的。虾油，听过鱼油，没听过虾油。我怀孕的时候是吃虾油，虾油能干嘛？是什么保健食品啊？虾油的那个更好吸收哦，蟹老板都哭了。哎，黄医师，碘对胎儿大脑的发展那个重要性高不高？大家没有听过碘对大脑很重要这件事情，要归功于我们的盐巴里面有加碘。所以你们不用刻意去买海带或什么的，你们就已经大部分都吃到足够的碘。可能那个当初是为了甲状腺嘛。其实就是关键就在甲状腺。你有听过一个病叫呆小症吗？呆，一看就听这个病就不是什么好病嘛。小孩啊，长得矮，然后智力又不足嘛。呆小症其实就是甲状腺不，就是小朋友的甲状腺低下所造成的结果。那如果说从怀孕期就低，那么在胎儿里面他的甲状腺就不足，然后在出生之后又不足，那基本上他的整个智力的发展就会影响很大。在一些落后国家就还没有公共卫生介入之前，缺碘的妈妈怀孕生的小孩跟不缺的妈妈生下来的小孩，未来他的智商会差到13.5分。哇，这样说起来差13.5分，有时候小孩看数学全部都看不懂，我不能怪他。有时候是你因为怀孕的时候碘不足啊，对，有这个可能哦。有这么容易会不足吗？在台湾，素清。过去啊，我们都认为第一个台湾是海岛国家，对，所以我们有大量的机会吃得到碘。第二个是因为我们的政策就是食盐加碘，所以我们的盐里面也有碘。可是最近几年的几个研究调查发现，奇怪的是台湾人渐渐的也出现，他们用尿液中碘的代谢的产物来看，发现渐渐的碘好像吃的真的也不大够多。之前有一个私人的健检诊所，他针对一些他们来健检的女性去分析，就发现其中30到39岁的女性啊，是所有族群里面缺碘最，就是碘摄取比较少，相对
少的这一群人。那现在台湾很麻烦，你知道现在台湾的头胎的生产已经到30岁，对，他又刚好是30岁到39岁这一群是相对是我们整个如果说以缺点来看，他们是相对最多的一群，所以确实渐渐的也要注意到这个现象。那至于为什么会缺，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吃太好的盐，第二个是吃太烂的盐。吃太好的盐就是说他们去买什么玫瑰盐啊、盐盐啊，然后一定要什么法国盐之花、啊、那那些地方的盐它其实并没有特别的加点，然后它可能又不是海盐，所以它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，第一个因为吃太好的盐，我们之前以前有遇过这一种。第二个是吃太差的盐，是不是就之前因为政府曾经抓到有一些那个不黑心的厂商，他用工业盐去混冲，那如果是工业用盐，它可能没有加碘，所以吃太好的盐加吃太差的盐，加上可能女生又觉得口味不要太重，那所以相对之下缺碘，但是还没有到非常的严重到会生病，但是确实有一个警讯。但是如果回到那个小朋友怀孕的时候，如果碘不足，足以影响到他的智商智力，对不对？出生以后那个就不可逆了吗？救不回来是，那时候再给他灌碘可不可以救？哎、哦，又拉上来，当然会啊，哦，可以啊，不是灌碘了、啊，先补甲状腺素上来。那补甲状腺素上来之后，我们赶快在食物里面，像妈妈如果喂母奶，赶快自己的母体的碘够，母奶的碘就会出来了、或者是等一下再大一点副食品，渐渐把他的碘自己的制造补足了。甲状腺制造自己补足了，那我们这边就可以顺。那我听说的是怀孕前3个月的时候要吃那个叶酸，对啊，因为那个是真的是对脑神经发展很必要的，那个是不吃的话，那是对妈妈还是对胎儿？对胎儿，对叶酸也是另外一个跟脑有关的。叶酸就是青菜嘛，绿色的青菜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叶酸的这个来源好了，对，因为其实就是对刚才有说就是对妈妈跟小孩到底有没有差，怀孕的时候的确是对小孩是直接最明显的影响。如果其实我们都在建议补充是说，哎，我打算怀孕了，然后我就是应该在怀孕之前前3个月就要补，但是我的困惑就是你怎么会知道你自己什么时候怀孕？对，所以其实呢，我今天就给大家一个参考建议量，这边总共加起来是1200，啊，我们平常的需求量是400微克，当我们怀孕的时候需要600。好，这样大家先有概念，然后我们就来挑。好，我们先来检查，比如说，哎，我是想要怀孕，但是我还没有补充叶酸，但我想要知道我平常饮食够不够，所以我们看叶酸有什么。其实外面市售的猪肝汤一碗哦，猪肝汤它的叶酸就足够400，哇，好高哦。